Hello，各位好啊！今天想来分享一下，就是跟家人啊，或者是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的一些，或者是找另外一半啊的一些心得啦。虽然讲我目前还是单身，但是至少我自己身边或者家人，他们都是家有人啊，然后有孩子的也有孩子，或者准备生孩子的也是有，或者现在已经有。有那有我的爸爸妈妈已经有孙子，然后我的可能侄子那些子女那些也是有，所以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身为可能你的一个家庭成员啊，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关系呢，就可能讲你跟父母啊，或者是跟你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不要讲亲戚啦，亲戚可能如果是不常见面那还好。就是那些可能时常都见面啊，然后不因为血缘关系，因为家人关系的那关系啦，不得已需要见面，需要住在一起，需要一起可能讲公司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父母的一些那个费用又要一起来扛，一起来供，会这个情况啦。我相信是肯定是有一些冲突了，或者是一些意见上的不一样了，特别是就是讲兄弟姐妹，可能讲有姐姐哥哥或者弟弟妹妹那些，就是当你小的时候可能还是打打闹闹啊，打架啊，骂架啊，就是可能这些都是没有所谓的没有利益冲突啦，就是没有涉及到钱啊，没有涉及到需要你来去扛一些责任啊，压力啊。有一些小的时候讲哦，哥哥姐姐照顾弟弟妹妹那些，我觉得是可能也是有压力啦，肯定有一些可能姐姐弟弟啊，要叫可能照顾弟弟妹妹，或者是要帮爸爸妈妈扛一些责任，打扫家就打扫要处理那些家庭事务，就是打扫样子，或者是煮菜这些也是有压力啦，这些可能也是会。引来一些家庭成员哥哥姐姐的不满啊，不开心啊，样子啊。但是这些是几乎是小的时候，几乎是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忍啊，因为毕竟你还小嘛，你还是需要家里的帮助嘛。就是你可能你未成年，你肯定是需要大人来去照顾你，大人来去要。一些事物要处理，然后你也很多东西不懂，不懂事，然后钱也是要大人来帮忙，哦，或者是你可能你还是需要弟弟妹妹来当玩伴这样子，哦，因为你的自由还很局限呐，老实说，但是如果你讲你是成年了，你已经是你的家里你的你的家里长辈了，觉呃。就是觉得你已经是属于是可以出去独立，可以自己生活，那个情况呢，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时你算是可以讲哦，我是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不是太喜欢自己家，就一直以来从小到大可能也不是很喜欢跟家人相处了，或者是性格上比较不讲自我啦，可能比较。思维比较独特一点的、啊，好像我自己这样子，思维是跟我的家人是，真的是有点距离了，他们不太了解我的想法，然后我可能了解他们想法，但是他们时常误解我了，基本上就可能小时候啊，小时候一定会做错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可能懒惰啊，一些刻板印象啦，然后你的家人就一直以前的那个。案例来觉得你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就出现了一个一直会误解自己的用意啊，觉得自己哦，可能你就是吝啬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啊。但是其实是我自己本身是 based on 我的情况，就是可能他们的家境、他们的现在的那个工作、他们的薪水赚到了是足够他们，就是比我可能高，很闲很很。很很明显的高很多几倍了，就是我自己是我的生活模式呢，虽然讲我的就是可能还是有点钱，但是
我是尽量就将自己的生活就是不要用这么多钱啊，然后有一些东西不需要就不要用啊，就这一类哦，就是导致到有一些冲突了。老实讲，就可能讲哦你是吝啬，但是我都觉得就是这些是不值得的，你不如把那个钱来作为投资，因为他们是不怎么投资的嘛，因为他们都是工作赚钱然后来花，我就不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你赚钱。即使是赚少少钱，我都是拿来尽量拿来可能放定期啊，一定要钱滚钱的这样的概念的。虽然讲滚不多了，但是你是需要时间哦。但是他们就觉得就你 you know，在这一方面金钱方面就可能就是觉得哦，我现在手上这个月有那个钱了，我就可能吃大餐，反正这一次双亲节这样子，就是父亲节、母亲节，他们就是讲哦，我要请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啦。我其实是，可能你可以讲我吝啬啦，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东西不需要花这么多钱的嘛。就算你可以，虽然讲去有那种比较高档的那种餐厅，但是你一餐，你讲设在可能20以下都可以咯。但是最后还是吃超过了 budget 啦，跟几倍了。所以就我一直都是很不满的啦，就是这个金钱观啊，老实讲，这个金钱观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那个不满了。我相信是很有一些人也是有这样情况啊，就是最多就是为了家庭和谐，就卑鄙，就是哦，我要 calm down，我要 calm down，我不要让家人觉得我很小气，我不要在那种小孩子面前，或者是我老婆老公面，就是老公老婆面前就显得我很小气这样子，就在金钱方面，或者是我父母一定要以华人的传统来讲，一定要对父母好的，这些钱不可以省的，不然的话讲给人讲这样子，就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独特思维啦，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跟这些所谓的一个这种刻板的那种这种文化怎样了，我不知道了，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了。所以你在长期来讲呢，你是这个，你要跟他们相处来是相就这一类人呢，就是你可能你假设你是有钱的一个，然后你要跟可能没有这样有钱的家，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家庭成员要共识一些东西，那些钱啊或者是一些责任啊，然后当你的另外一个成员就是就是。达不到你的要求，你就是想吃高档一点的，但是还是就是比较低，他就是觉得这样就够了，低一点就够了，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那种，觉得哦这个人啊，就是 supposedly 要不够，就是你应该要赚多点钱这样子，一直会催你这样子啊，你会就这个情况就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共识哦，我可以这么讲哦，所以长期来讲。我相信是慢慢的啦，就是关系肯定是越来越差了，甚至是不想，可能讲一讲，真的是讲家里的那种老人家，一个一个离去了啦，就大概来讲，一个肯定是会走的嘛，就是肯定是不会不想再见面的了，老实讲，虽然我是觉得很可惜啦，因为这种外在东西就是。会弄到大家的，就是你很自然的，你不能讲哦，我就是为了家庭和谐，我就是我要忍，我要忍，我一忍到就是到我死为止，这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你已经是觉得很受气了吧，老实讲，哦，因为真的是不值得嘛，哦，你要投资就是要，你想要投资，你就是要存钱的嘛，你不存钱，你是花的话，用在可能讲吃那种东西美食啊，有的没的啊，去享受啊。这种就你很难存到钱哦，我可以这么讲哦，很难就是让你就是一部分钱是可以舒舒服服的给他赚钱滚钱的，一部分你就是工作去赚钱的，但是有时就是你靠主动去赚的钱可能未必，我是有想到就未必就是可能讲现在我就是主动能赚的钱其实慢慢我的情况呢是很少啦，我讲就是比可能比较别人那没有那么稳定的，所以我是希望在。被动的收入，我是希望是还是一直不会受到影响啊。就是虽然讲有利息上可能有一些变动啊，可是你讲这个钱还是赚钱的，这样子哦，就是舒舒服服的赚钱，为什么不要呢？所以就你就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就失去了长期的利益，就我觉得是，
你 you know 就是很就是这一点你要跟人配，跟家人配合，跟你的身边人配合，就相当刺激了。他们要花钱，然后你要存钱，然后大家的花钱的那个观点又不一样，所以是很辛苦的。老实讲，OK，就讲了另外一点呢，就是你讲家庭成员，就是可能讲我先讲了，因为我家里现在可能兄弟姐妹是有小孩子的，就是我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小孩子呢，我是不讨厌的，我没有讨厌，可能讲顽皮小孩子，虽然是也是很讨厌人啊，可是你讲，不会因为他顽皮，我就，会生气啊，会怎样啊，会不开心啊，这样子其实还好，因为小孩子顽皮是很正常的嘛。可是你讲，当那小孩子呢，去干叫了，去干扰到你的生活，你就会很生，就很堵然了，就很不爽了。因为好像我家里的就是，我的父母的孙，就是，唉，虽然讲也是有顽皮了，小孩子顽皮 OK 了，可是你讲，可能讲有些小的那种细节啊，可能讲哦，穿鞋子啊，就外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我们华人是穿鞋子。不可能从外面呢穿回来鞋子，就是你是踏进家里的嘛，这个我是不很不满，不开心啊。我讲，就是你当你的家里是什么东西，你觉得是还也不算很肮脏，也不算很干净，但是至少你不会将你外面踩，就是鞋子踩的那种肮脏东西，你是带回到家里面，这个是真的是可你会心里有一些不平衡啊，就是你会觉得又很肮脏啊，那地方那个东西。就是那鞋子是真的是相当肮脏啊，因为再加上现在，是疫情后，病毒还在的，哦，就是可能其他家人，可能我自己本身呢，我是真的是很反感的。老实讲，就是，病毒还在，然后你就是虽然讲现在是，虽然是恢复正常了，所谓恢复正常了，可是那个病毒还在，然后如果你将你没有意识。就是外面，你从家里从外面回到家，就是supposed应该保持干净的地方，然后你还是可能将一些家里从家里从家里外面穿回来的可能衣服啊，不及时换掉啊，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很不喜欢啊，我讲，因为我自己本身啊，第一次。重口味了，就是咽到重口味了，就是因为家人就是没有这个意思，就将外面的东西带回来，然后你讲是害了我重，我就是很明显是害了我重了。可是你讲，我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去生气了，就是只能说，就是已经跟他们讲了很多次，这些东西是什么需要有点意识哦，谨慎一点可以吗？你不需要做到，可能不需要讲一定要戴口罩啊，不需要，就是或者是戴 mask 啊，戴那种面罩啊，那等等这些，但至少你衣服你回到家换一换哦，或者是你不换都可以，你不要去坐那种沙发啊，或者是那种就是你不要碰到那些就是 supposed 就是可能我平时坐的地方，就是你不要碰到我那些我平时坐的东西，我真的很反感啊，我就讲哦，这一点就是或者是就是。要真的是要 aware 咯，要可能讲你从可能讲 KL 回来等等这些，你要真的是要验一下 test kit 的样子啊，就是很我真的很堵了，就是不是很开心啊，老实讲这一点，但是没办法，因为中了一次就算是哎呀家人就算也就原谅啊，就也没办法，因为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再讲其他点啊。就如果你讲到可能讲你的家人或者父母，就是可能老人家或者是小孩子啊，或者是一些你的可能另外一半这样子，哦，就是性格上或者是脾气上啊，是会很容易发脾气啊，不讲道理啊，就是女人就可能不讲道理啊，但是我所以 that's why 如果你讲你自己本身是性格比较独特的。比较可能比较，比较可能比较个我中心了，个人个比较自我了，或者是就是个人主义样子啦，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特别的自己想法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不同，可能不同意你想法，你就很不开心这样子。我只是就是你过着一个比较独特的生活了，跟你身边的人，你找不到就是同温层的人，我觉得是最好是不要结婚哦。你要找伴呢，去帕托嘞，我觉得还好，因为可能帕托可能出去走走街啊，但是你或者是等等这些啦，就是 enjoy 这样子，但是你不需要讲真的是，长时间 stay 在一起了，就是讲，你可能讲你最多拍拖，可能讲同居，可能讲，两三年这样子，可能我觉得是还是 OK 的。可是如果你讲真的是要度过，就是讲哦，你们可能一开始拍拖是可能你的青春，你的20多、30多岁，但是你过后你还会进到40多岁，就是进到大家一起成长了。就是你是肯定是性格上会变化，就是态度上会变化，就这个是才最难说。当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自己啊，你有改变了，本来 suppose 你们是可以好好相处的，但是因为你们这种改变，可能在不管是在价值观、金钱观或等等，就生活细节那些有改变，你们是会很难说的。然后可能就大家都对彼此不满。或者是一些卫生啊，这些也是很讨厌的，哦，好像刚我讲了，或者金钱观的这些东西，有可能发脾气，可能更年期女人一样更年期，或者是来一次那种月经，也是很难说了，就是这一种东西，无端端发脾气，然后的确是很难沟通的，就是你讲，如果你们的关系是男女那种关系了，不是男男女女那种了，一个男男女女可能相处又另外一个模式了，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如果你讲男女之间，大家的那个可能喜好啊，大家的那种就是向往的东西不一样啊，就可能讲男生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可以讲哦，打机啊，或者是做一些男人喜欢做的东西，就是可能女人不喜欢的东西，可能讲哦，就看到男人他自己另外一半去可能打机啊，或者是觉得就是不务正业那种啊。就会讲阻止啊，或者是骂啊，或者是丢掉他的 PS5 啊，这样子啊，这个东西就很让人讨厌的咯。哦，可能就是你们可能之间是，可能一开始还可以忍啊，但是你讲一直忍下去，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了？就是没有，就是那关系已经是变质了咯，就是变得很负面了咯。你们能一直持续下去，那关系是可以啦，我相信是很多。尤其是老一辈啦，就是或者是年轻一辈了，他们还选择会，即使他们关系不好，他们性格上很多相处，很多摩擦，即使已经是过了那个磨合期啊，过了，前提是过了磨合期，还是觉得这大家彼此是不适合的话，我觉得是就，但是还是在一起啊，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痛苦的东西啊，你们可能他们要维持就不离婚啊，不分开的那个。那个方法呢，就是可能就是，有小孩子，有孩子了吧，就是不能分开，或者是就是大家避开一些地雷了，哦，就是我们可能不管是你跟朋友相处，跟家人相处都好，我们都是尽量避开一些地雷的嘛。可是，一些地雷呢，就是永远都一讲呢就会骂架啊，就是会发脾气那种啊。你跟这种朋友啊，跟这种家人，或者是跟这种。伴侣了，我觉得是算是大家算是不适合了，尤其是那一些东西是，那种很小的事情，哦，就像我以前有个朋友，他是就是大家可能在大学的时候课桌上就是在做那种 assignment 啊，作业上啊，一些东西一个点呢，什么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错了，但是我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是有时就是你要看东西，可能就文化关系了，因为他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就是可能一讲的东西他就很发脾气了。但是平时我们不讲这个东西呢，他是好好的，哦，就是不讲他这个他就是很，我可以讲他很有问题的地方啊。一讲了他就发脾气了，他就很不爽这样子。所以讲来讲去，我已经跟他解释很多次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但是还是不行啊。讲不通啊，然后也是因为这事情，他就没有再联系我了。
然后就大家就是彼此就是没有相处了，没有这样好了，就是也算是慢慢断联那样子了。虽然是我觉得可惜了，可是就是我一开始我也是看到他会因为这个点一些点啊，他会不开心了，他会发脾气了，你就觉得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做朋友都不适合了，所以你即使是你要你觉得他适合做。你觉得还有机，还你有考虑过？就我自己有考虑过，可能还可以跟 close 一点啊，可以做自己的另外一半这样子，但是不能啊，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要想得很清楚了，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要因为我还是女生，还年轻，跟我差不多有一些话可以聊，但是可能最多我们只能维持在朋友关系了，就是可能讲，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畅谈的，我们不能就是。我们就是不能畅谈，然后一直要避开啊，避开地雷啊，这种关系舒服吗？你觉得舒服吗？肯定不舒服了嘛。哦，所以你讲你要找伴侣，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你当你遇到这样情况嘞，当他不是理性的去对待那事情嘞，就是你本身是理性的人啊，当他不理性跟你沟通嘞，我觉得最好就是。这种人呢，就尽量避开了。我就讲，除非那个是你的父母，你或者是有血缘关系的，你是逼不得已的，那个就你只能忍咯，避开哦，没办法了，是这样的。反正我的家人这样子，也是有一些就是跟可能家里的两老就是性格上是不合的，然后我可能两老一直会讲讲他以前的，我两老不喜欢的东西啦。他就可能他的性格就是冷了，然后其实 supposing 里面是很不爽的，哦，我也可能有一些我得罪他的东西，他也是冷，他也是不讲出来，所以就他住在外面，他就是他自己有自己家庭，然后我两老就是另分开住的话是最好的了，因为这个是你不懂那个球会几时爆啊，就是哦，那气一直崩进去，崩进去。几十包你不知道啊，就是当我们不希望有那个问题在了，就是当你事情已经是到很严重了，就是到一个就是忍无可忍的阶段呢，你不懂会发生什么事了，就尽量避开这东西。他能出去住是最好了，就跟两老分开住，就是大家家庭成员哪一个是有问题的，就分开住是最好了。然后我自己本身呢。我也是想出去住啊，我讲，哦，就是，一就是主要是，没有人在家就照顾两老了，就是有时虽然讲那两我家里的父母啊，虽然讲是他讲是可以照顾自己啊，不需要我啊，我是非人啊，也是这种语这种话都可以讲啊，但是你要明白，就是他们有时会，就是人嘛，还是会口是心非的啊，所以就是很。忍也是要忍的，因为毕竟还是自己父母，哦，就最多就希望他，希望他就是，性格会改一下啦，但是不可能改啦，就是最多我就避开哦，就是我还是会维持回就是要，敬老尊贤那个看法那个态度了。虽然讲我态度有时也是比较直来直往啊，以前就很直来直往，现在就有些东西就。不开心就脸就 poker face 一点，就是没有表露到很不开心这样子，不生气这样子，就练回来了这东西，就可能我也是很 surprise 啊。以前我不爽了，我就脸就很臭啊。但是现在有时照镜子看到我性格是很不爽的，但是我样子还是还没有臭到让人怕那种的哦，就是练回来了这个哦，但是你讲。我是心里其实是很不开心的，就是很寂寞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你找不到同温层的人啊，你会很寂寞，就是跟家人就虽然讲是相处那么多年，但是他们会老，我也是想有自己想过的生活了哦。他们可能讲哦，就是讲假设你讲另外一方面就是吃东西家里吃的东西这样子，我要讲一下，就可能讲我想吃麦当劳，我的。家人不想要，就我父母肯定是老人家，肯定通常不吃这种东西嘛。通常啊，讲我的兄弟姐妹，
又不是时常在家，然后有时就是可能讲为了，我两老孙就是要选他选择吃什么东西，就可能他不想吃麦当劳，还要吃其他的快餐这样子，就牺牲了牺牲了我的利益这样子哦，我想吃这东西嘛，虽然讲我自己可以去自己吃啊，可以的是可以的，可是就是，我也希望有人陪我去吃啊。我自己吃又感觉好像很凄凉那种。虽然讲是很可以 enjoy 到我想吃的东西，但是你能有时你的心情哦，你是希望有人陪，就是很难 control 啊，这东西哦。所以讲好像讲我家里两老啊，就是可能讲平时吃东西，因为我跟他们住嘛，就吃东西就很健康啊，很重，一直重复同样的东西了。就是你知道年轻人是希望吃一些。也可以吃点健康的东西，可是你也不能每次都吃同样东西嘛。就我家里老是每次吃同样的东西、同样食物、同样的菜，会吃得很闷的，你知道，心情就真的很糟糕这样子。哦，然后可能讲，家里看的那种就是可能看的节目、看电视啊那些啊，我就是他们有喜欢看的东西。哦，可能讲你像 TVB 那些什么中年猴声音那样子，那种中年好声音那些，我就不喜欢看了。老实讲，我看到我觉得蛮无聊了。老实讲，哦，现在香港已经变到要培养这种，就是触不到巨星啊。就是我是希望看到巨星，但是我不喜欢看到就是什么中年猴声音那些，就是我不喜欢看这种东西咯。老实讲，就是他可能老人家是他们是 OK 的，哦，就是我觉得太无聊了。就我自己有想看的东西，可能讲一些节目，他们又不喜欢看的，即使是我家里的，那种兄弟姐妹，虽然讲年纪也相差不太远了，可是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那个兴趣，各有各的那种节目的选择，所以就很难找到就是 soulmate 那种，就是能聊天人啊，或者甚至是讲我自己看国际新闻的，他们也没有看，没有什么看，没有留意这种国际新闻的，就是有时你找不到人去聊啊，哦，即使是你讲你要跟其实外面那些人聊，但是有时也是比较敏感的东西，还是跟比较亲近的人聊会比较好了，哦，万一他那个人是有另外目的的，也是有这样东西的嘛，所以就家人自己身边人没有这一个同温层，能聊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是很。真的很寂寞啊！我就讲，虽然讲是寂寞是必须，我们必须要 train 到自己来训练自己能抵受这种寂寞感哦。一直以来我都是一直 train 着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一开始是讲性格是比较独立的，比较独立，也没讲独立啦，也算是独立啦。但是性格是因为比较独特，才让我自己比较独立，需要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些东西，所以就。很多时候也是很渴望，就是有人跟自己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看自己喜欢看的YouTube channel 这样子，哦，或者是可能讲聊一下我自己的 channel 这样子，虽然讲也没有很多人看，可是就是相当难找咯，所以是我相信是也是很社会上也是很多这一类人啊，就是找不到自己同温层，哦，找不到伴，就是可能跟。身边的人都是那种聊不到心里面的那些人在身边这样子，其实是真的是，真的是很，真的是需要学习怎样去面对这种生活了。因为我相信是现在很多那种可能讲那种那种可能 Netflix 啊，或者是。Disney Plus 这种啊，都是比较个性化的，就是你选择你想看的那一种视频啊，看的节目啊，就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子，就是大家看同一台，坐在一起在客厅那边去看同一台，看同样的节目这样子。哦，现在是个性化，每个人都自己拿自己手机，自己拿自己 iPad 看自己想看的东西，所以是那个社会是变了啦，哦，不像以前那样子啊。所以，我希望就是，就是有性格上，或者是，
找不到同温层的那些观众啊，朋友们呢，就我觉得是不要让这种可能比较这种孤独感啊，或者是这种负面情绪啊，影响到自己了。虽然有可能讲有一些就可能，因为这种长期的寂寞感，长期觉得自己就是没有被喜欢的那个环境里面啊，不要让自己觉得就是这个是很可怜的东西。我觉得是以现在情况呢，这一种也是能，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就是你可以决定自己想做的东西了。可是你讲，好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家人或者身边人都是，他们是主导你的吃什么，你看什么。或者是你要出街，你就跟着他们一起，就是你不能做自己做想做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看开一点呢，是可以的，但是你无法看开呢。我这样子，我是也是忍而已了。我虽然讲我也是尽量投入进去，尽量享受一些细节这样子。就是虽然讲我去某些地方吃某些东西，我是可能不是很 enjoy 的，不是很满意的，但是。这个也是就一个学习过程啊。可是我觉得就是当你能就是决定自己生活，就是你是必须要有期待，有希望有一天是能决定自己想做的东西咯，想做什么东西咯，就是你不能有那个失去那个希望啊。哦，可以这样讲，虽然讲听下去好像很可怜这样子啊，但是其实只是一个心情啦。哦，虽然讲有一些人会钻牛角尖，会让自己可能很有负面情绪，然后不开心发脾气，让自己的生活很潦倒这样子，或者是患上一些精神病，但是我觉得是，就尽量，从每件事找到你觉得你是能。过得去的一个点去集中在那个点呢、啊，哦，就是如果你讲，好像我这样子的，就我的那个我两老的那个孙，一直可能要我陪他玩，就是至少他是喜欢跟我玩的，就是你虽然讲你不是很喜欢，就是那个很喜欢带肮脏东西回来的那小孩子，可能讲乱乱摸东西啊，将那病毒带回来这样子啊，可是你就是他就是喜欢你。跟你玩，但是你必须要觉得哦，这一点就是，那小孩子是很真实的嘛，就是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不喜欢你就是你这样跟他玩，他也不是喜欢你，他也不会喜欢你，不会喜欢跟你玩的，就是你至少看到这点哦，你是觉得很欣慰这样子，算是苦中作乐这样子的那个感觉啦。虽然这一过后你就哎呀，这小孩子哎走开这样子，但是至少你不会钻牛角尖哦，不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子了，就没办法了，因为好像我们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啊，一些更加惨啊，可能欠债啊，那种更加惨的啊，我们这种算是，还好。可是你讲，我们不能，就是我还是不会放弃，就是自己独立出去啊，离开这家了，我讲哦，虽然讲是可能父母听下去可能不是很，不可能觉得很难过这样子。但是这个是没办法，因为大家性格上或者生活上一些可能卫生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真的是受气而已啦。可能他养老也是受气，可能是生活气讲哦，这个我真的这么这个儿子这样子的这样子哦，或者是一些钱又不愿意花哦，保险或者是等等保险啊那种 suppose 要供啊，但是又有很多意见这样子哦，就是这些东西就会有很多摩擦哦。所以就，人大了就是最好是独立出去了，哦，因为我们有自己想过的生活，父母又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内疚了，我想，哦，就我父母也是要老了，也是要有时也是要想开一点啊，因为我们华人社会华人传统就是有这个问题了，就是希望可能养儿防老这样子，最终就是让孩子觉得很内疚啊，或者是很，又要照顾父母，又要过自己生活，又要自己的
新家庭样子，或者是自己事业样子，放弃很多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想开一点哦。我们不能这样想了，就是对哦。所以今天视频差不多了，所以谢谢大家。